姐，等人吗？你迟到了。啊？啊啊？对。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？你去想一想。哎，你知道吗？邓丽君的歌词我都能给背下来。吹吧你！我吹什么了我？能背一个试试？你只要背错一个字，我就打你屁股。哎，你打我！喂，我背了。拜拜，拜了。一个字错了，是 goodbye 蛮的。那我意思是对的。中国人说英语不能说太标准，知道吗？拜拜 ，my love。我的爱人，再见。Goodbye my love， 相见不知哪一天。我把一切。希望你要珍惜，不要辜负我的真情意。Goodbye, my love， 我的爱人，再见。Goodbye, my love。相见不知哪一天，我把一切给了你，希望你要珍惜，不要辜负我的真情意。这都是歌词儿。我们要是永远都这样，该多好。我觉得我生来就是个受苦的命。怎么可能？我呢？Thank you.
欣欣在宿舍吗？你帮我去看看。他说他今天晚上回来，可是到现在还没回来。伯母，您先别着急，我帮您问问啊。看见叶青了吗？下午就跟我分手了，找雷雷去了。喂，伯母。哦，我问了，叶青在图书馆看书呢，一会儿就回宿舍了。好，给你添麻烦了啊。哎，好，再见。你这样不是帮叶青，是害他。如果他父母知道真相，也会怪罪你的。如果你是我，你怎么说？我当然说这。讲话了。这个叶青，平时看着挺保守的，怎么跟男生在外面过夜呢？真出了事儿怎么办啊？科长，你现在要做的工作就是批评你的下属，非法拘留公民，侵害我们的人身自由。马上放人，要不然我起诉你们。就呵，你还有理了？你说，半夜三更上我工地干什么？你不明知故问吗？我跟我老婆上这能干嘛呀？老婆三更半夜不在自己家里床上待着，上我们工地干什么？谁规定夫妻之间就必须在家里在床上待着呀？你这人思想很成问题。我问你，这是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？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上，那什么，不可以吗？怎么了？你们是夫妻？是。谁信呢？你多大？你是警察吗？你，你凭什么问我们户口的事儿？你擅自闯我们工地就是违法。你不知道我们这是国家重点工程吗？你这上面哪有标识写了？啊？你找找我看看。找到了，我马上给你赔礼道歉。你还挺矫情是吧？行，你在这不是不跟我配合吗？
我从你这边走，就算你们是夫妻，你别说话，我这问你老婆的，你什么单位的？有权利查户口吗？我这问他的，你哪个单位的？凭什么住嘴啊？ 都干活去！走，出去！你呀，不用跟我这矫情，啊，有地儿，让你说实话。哎！ 你们两个人如果是夫妻的话啊，你们俩就在我们值班室委屈一宿。你们俩要不是夫妻，就是乱搞男女关系，怎么处理？等明天派出所来人看着办吧。我看你们俩啊，那两条狗，你带过来。开门啊！谁乱搞关系了？你把门给我打开！别走了！再瞧我放狗了啊！狗可不知道你俩是真夫妻。 给我滚！喂，别吵！都是你哪儿不能去，非要拦着。你咋的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呀？没事，你要觉得你能开心点，你就打我，打死我顺顺气儿，啊？他们真的会叫警察吗？ 有什么可怕的？反正我爸也不认我，就一待业青年。那你怎么办？哎，要不然就说我强迫你的，我把你当成人质。说话走不走脑子啊？我说话一直走肾，你知道的。那。 那老婆和人质，你选个对你比较有利的。什么时候挨虾皮？赶紧的想办法挨虾皮，快！我是想让你开心点嘛。说真的，老婆和人质，你选哪个？我选人质。 哎呀，这哎呦喂，疼！吴宇晓，喂，我吓我怎么了？哎，你不是有狗吗？哎，我比那狗还能喊！吴宇晓，你笑得甜蜜。 别唱了，好像花儿开。科长，他们真是夫妻吗？哎呀，是个屁！你说，真正的夫妻能这么热乎啊？大冷天跑工地来？ 神经啊，那是！再说了，你看那俩孩子，你小样，顶多20，纯粹是小孩瞎搞。那明天真叫公安来？我躲还躲不及呢。这俩小混混，充其量就是乱搞男女关系。你把那个公安给找来，还不够伺候他？那就放了。 出言不逊，一点家教没有。我得替他老子好好管教管教。通知他们单位，通知家长，让他出言不逊。这小子是茅坑的石头，又臭又硬。他要不告咱实话怎么办？那就别走啊，那还不简单。
性不错，没有抡拳头。抡拳头也得分场合分人，怎么可以随便抡呢？那不成地痞流氓了吗？分什么分？任何情况都不能打人。那要是坏人呢？坏人要你管，你想打就打，来警察干嘛？那要是坏人欺负你了？欺负我你也不能打人，打人就你不对了。任何情况、任何时间都不能打人。发誓，发誓。我，我发誓，不管任何时候、任何地点都不打人。有警察叔叔来，快点就睡了啊。我是医学院的学生，我们正在写论文，我要是旷课会记处分的。那你让我做什么呀？能不能给我们系里打个电话，找一下我班主任，让他来接我们行吗？我给你写个电话吧，那个他叫韩阳，是我的班主任。这是那个电话。这是我的学校电话，我叫叶青，我是医学院的。师傅，以后你有什么事尽管来找我们，谢谢您。嗯嗯嗯，你们俩是夫妻吗？不是。啊。你们俩呀，我看也不像。这学生怎么可能结婚呢？可是我们没有乱搞。我们啊，奔结婚去了。哦，大姐，您就帮个忙，哎，过两天我们结婚的时候，请你全家吃喜的。那我试试吧。麻烦你了，谢谢。哟，科长，怎么着？睡好吃好了？你想干什么呀？你要走也行啊，可我们这是个保密单位，不能你们说来就来，你们说走就走，得让你们单位的领导来接你们，走，给我打电话去。你们，要不家里人来接你们，要不就去派出所。三条路，你选一条。跟他说什么废话？跟他说话有用。昨天晚上就放我们走了，他有病这人。走。他脸都跑了。这是你们班毕业的初步分配方案，你先看一下。叶青差一门就是全优，为什么没分到附属医院？
中央三令五申，省里也经常下文件。这现在怎么还敢这么明目张胆地搞不正之风呢？文革十年，积重难返，总得一步一步地来吧。可是学生毕业分配就这一次，这要耽误他们一辈子呢。再说了，这也是对国家人才的浪费啊。是啊，铁饭碗真是害死人呐。深圳特区现在已经开始搞择优上岗了，这说明社会总是在进步嘛。时代是进步了，可是我们的学生青春不在。进步总是要付出代价的，可为什么要让这些无辜者要付出代价呢？请进。哦，您来了。我刚才打电话，您说韩阳在这儿。伯母，找我有事儿。啊，我可以单独跟他谈一谈吗？啊，可以。哎，要不你们到会议室去谈好吗？哎，好，谢谢啊。喂，哪位？啊，你哪里啊？工地，找谁？叶青，你谁呀？啊？什么？叶青现在在哪儿？在工地。你到底找谁啊？韩阳。喂，叶青出什么事儿了？哦，我是他母亲，你们是哪里啊？哪里？谁说的？反正我没这么说。哎，事实啊，跟我在外独打，一会儿保卫科，一会儿派出所，一会儿交通队，多没劲。有劲，特别的有劲。行了，安慰人也不难，跟韩亮还在一块儿，哎呦，走哪儿？说你小心眼没完没了是不是？我不找韩阳，我找谁啊？找我爸妈？我要找你爸妈谈谈。我不想这样偷偷摸摸下来，我要正大光明。可是我爸妈，你爸妈那是误解我，我把他们这疙瘩解开就完了，跟他们好好说。我妈现在那样，谁都说不动她，你怎么去说？现在挺好的。什么意思？什么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很明白，陈鑫啊。你就是不想嫁。整天嫁嫁嫁嫁，烦不烦你？我说中了吗？不想嫁，你装什么呀？
你今天，妈，伯母，阿姨，那个你听我解释一下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们俩，我们就。妈，我回去妈跟你讲。你不是说你们是夫妻吗？这哪位啊？你介绍一下吧。这小流氓已经不是第一次骚扰我女儿，请你马上把他送到派出所，否则我要亲自报案。您放心，这小子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女孩子，您带走，这小子您甭管了，我知道怎么处理他。聊聊吧。又怎么了？青青，我告诉你，你老大不小了，我们不想多管你，怕伤你自尊。可你呢？我和你爸爸这张脸往哪儿搁？我不想和你吵，我们能不能坐下来，心平气和的谈一谈？是应该好好谈一谈，你消消气儿。你是不是特恨我？想想你干的那些事儿，我知道你对蕾蕾有成见。别跟我提那个流氓，我一听就恶心。说话呀，不是你要跟我谈的吗？你一口一个流氓，我怎么跟你谈？哎呀，心态放平和一点，老这么僵着，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。我知道蕾蕾身上有很多缺点毛病，可那些缺点，都是她不成熟的表现。她本质上还是个好人，她很诚实，很开朗，也很聪明。他现在也试图想让自己改变，他也在看很多书，想让自己成熟起来。我跟他在一起真的很开心，我们是真心的。蕾蕾现在有工作吗？他现在和朋友。
我找媳妇儿，我找我老婆，我那丈母娘，我跟她聊，我找我丈母娘去，找你丈母娘干嘛？啊？那贡品，什么？就是给皇上进贡那贡品，弄点去。行，你给我坐下。不，你干这么丢人的事儿，你还敢上人家门？你不找抽呢吗？我怎么了？啊？我跟我媳妇正大光明，我怎么了？不行，我媳妇现在准备三堂会审，特委屈，我得救她。行，你赶紧躺下吧你。老丈母娘看你现在德行，你还能娶媳妇儿？你。妈妈现在说什么你都听不进去了。妈妈这辈子没什么盼头，妈妈就是想为你好，你怎么就不明白？你是要存心伤妈妈的心，是不是？我没想伤你的心。你谈恋爱，妈妈是应该高兴。可是这婚姻是一辈子的大事儿。蕾蕾这种孩子我见多了，她现在对你好，整天围着你干这干那的。可是以后呢？他没长心，他没有责任心。他有责任心，他有什么责任心？我看着他长大的，我不知道啊。这种高干子弟，他就知道玩弄感情。你要跟他过一辈子，他能对你好一辈子吗？你读了那么多的书，重情，你不懂吗？妈，你真是见不得我好。我一开心你就不开心，我这辈子一定要是惨兮兮你才高兴，是不是？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就是不明白，这个世界上好男孩那么多，你怎么就鬼迷心窍？你怎么就非得跟他在一起鬼混啊？我们没有鬼混，我们是认真的，蕾蕾是负责任的。负责？你说他对你负责？你们昨天晚上，我都说不出口。我告诉你，一个女孩子，这种事情你要是传出去，你这一辈子你就毁了，你知道吗？冷静一点，青儿也不是不懂道理。他要是懂道理，他能跟那个流氓干那种事儿？我宁可让他现在恨我，也比将来后悔强。什么？我是等一电话呢，不能占着线，有重要的事儿谈。完了，我一会儿给你报过去。啊。
喂喂。喂，叔叔，我来了。叶青在家吗？我知道您和阿姨对我有点误会，我想问问能不能给我一个当面说清楚的机会。我想解释一下，您可以让叶青听您电话吗？他不在家。在家也不会接你的电话，你以后不要再打电话过来。现在这个样子，你又来了。